Bible reading. Reading. 今天要读的是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六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Amen. Amen. 好，谢谢整天弟兄为我们共读今天的这个经文。那在我们 还没有开始我们的正道之前，我们同样的要再次提醒你们把你们的手机调去这个无声状态。好，那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有好一些新人都在我们新面孔在我们这里。那同样的我们也要欢迎在线的朋友我们有应该是有东马还是来自香港的朋友，那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组织崇拜。欢迎。好，那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个 speaker， 我们有 Chris。 那 Chris 呢，我们刚刚的不要再紧张，那刚刚呢我们才跟他庆祝了他23岁的生日生日快乐，就23岁刚才我跟他一起吃饭他说哇，我说年轻真好你是年轻我十多岁，他想说年轻有什么大不了，你年轻过对吧？的确年轻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年轻又被年轻又被上帝来重用的，我觉得那是何等的福分呢？我觉得 ，Amen。好，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主讲人，我们有请 Chris。谢谢大家，那今天很感恩又有机会在这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悟道。那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给这个 worship team 的掌声吗？先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这个敬拜，我们感谢神。那在我们一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赐予我们气息的主，智慧的开端，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到聆听你的话语，神，你将你的圣灵来到充满在这地，充满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神，你的话语来到降临在这里，你来到使用我这边的气，让我能够把你所要说的话语都能够透过我来到祝福大家。我们将我们以下时间在手中，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包袱，我们活在当下，在此时此刻来到你神的话，我们一切都奉主耶稣道成圣灵祈祷。Okay. 好，那对刚才Sam有说到，就是刚刚过23岁生日，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弟兄姐妹来到我帮忙去庆祝。那当我在思考，就是过去这23年一路走来，其实我发现，其实这次生日呢，我不是庆祝23岁生日，其实我是庆祝5岁生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大概在5年前来 GSTL 的，那当时我才18岁，然后就一个小屁孩嘛，你刚才是说我小屁孩，然后没有想到一转眼就过了那么久。然后如果我们华人圈会说我们要活到70-80，如果真是70-80的话，其实我可能生命已经活了1/3。但是生命很奥妙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死定的，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也说不定，我也不知道我是活到什么时候，所以真是要把握当下跟活在当下，然后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那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来教会不久，然
然后其实当时啊，我是刚出来外面读书，在英国读书，然后我也开始在教游泳啊，然后搬出来住在学习。其实当然英国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当时就很感恩有Henry 把我带到教会来，然后一路这样子，当时其实我就开始被这个福音给吸引，然后过后我就尝试过去各项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然后可是当然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问题。那在过的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张茂贞牧师就台北真光福音教会的这个牧师就来到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然后呢，他具有这个限制性祷告的恩赐。那当时呢，他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他就为我做了一个限制性的服侍。那在那个祷告当中，我非常奥妙，我感觉非常惊讶，因为我不认识这牧师，可是透过他所祷告出来的东西，真是神透过他来说话。当时其实，在那个祷告当中，其实我当时是进入一个生命非常低潮、非常可能非常不容易的时刻。可是透过他这个祷告，让我得到了神的肯定，也转化了我的生命。在祷告的里面有说到一句，神的意念是赐福的，而不是降灾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下一章。当时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意思。那之后陆陆续续的在教会的教导祷告当中，其实我也一直在领受，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丰盛的生命。那我就很不明白啊，因为很新。然后呢，之后就原来才发现 James Kell 的101或者是我们的信仰纲领，其实都经常提到这个丰盛生命。那我们知道，我们 James Kell 一这个信仰纲领第一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向这个全能的创造主，他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多元众生，视之为美好，使所有性别、种族、阶级和年龄的人，可借着爱和公义，得享丰盛生命。所以当时，我就慢慢能明白，这个就出现在我们信仰纲领里面。然后在不同的祷告，然后所以在读经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下一章，就是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有说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将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一路走来，其实我也没有想过，就慢慢的就当时被神找我去中国读书，我现在没想过会去到中国读书，然后也就是没有在 GSL 的实体教会当中。那在中国读了4年，就要读4年，也从来没有想过疫情发生，然后就只剩下我就读了3年，然后最后一年呢，就是现在开始会在马来西亚继续的完成。那我们来看下一章。那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呢，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其实当时是通过这祷告，我听到我平时的学习也一直在说，在这个丰盛生命，跟神给我的应许，这是也给大家在这里的一个应许。那我就这样子就继续生活了，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子过了，就到了今天23岁。所以当我在回顾我的生命的时候，也是将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的主题是丰盛生命。什么是丰盛生命？我们看下一个，这张图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杯水，然后有被倒入，然后那个水满溢出来，流到周围。然后当我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我有去查一些这个资料，然后其实有一个说法，丰盛生命呢，下一章就是一个在身心还有灵上面充满着力量、喜乐的一个满意的生命，就是好像流出来的。那英语呢，我们说 abundant life， 它这就是 fullness of life， 就让你的生命是满意的、流出来的。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要爱全心、全意、全性的去爱神。在这边，我们就能明白一点这个丰盛生命。那今年年头的时候呢，我们去有主办一个就是对这个灵修会，然后呢，当时是我就牧师就一直跟我们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状态哦，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可能我们是不足够的。我们看这个，就我们今天就比如我们的广告啊，我们外面的一些生活的世界，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足够，就像可能 Isaac。他的皮肤不够好，所以他用这个 SK-II 就变得像彭于晏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足够，我们要用最新的这个手机等等的这些
状态。那牧师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足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足够。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是足够。我们人其实需要七样东西啊、这个七样东西就能够生存生活。你们记得是什么吗？当时我们在灵修会学到，来，你们说一下。空气 ，OK， 养养分，水。阳光空间，阳光，还有呢？休息，休息，还有这个，爱。所以其实我们再来一次哦，空气、阳光、水、养分就是食物等等，空间、安息跟爱，其实我们就是足够的，我们其实就是足够的。那当时我就很好奇，我就问牧师一个问题，因为原来这个丰盛生命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很久了，然后就问牧师。我问我们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Reverend Dr. Joe， 然后我就问他，那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你们觉得？忘记了。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状态，我们先看下一个啊，就是当 I'm good more than enough 的时候，下一个，再来一下 ，I'm more than enough 的时候，就是我是充足的，甚至我是富足的。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杯子一样，它的水是满溢出来的，甚至它可以感染到身边的地方。那原来丰盛生命另外的定义，在我们 Jess 教授相信，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一零一里面学到的，丰盛生命不仅仅是我是足够的，而是我们要达到，我们要去到这边，就是当你是富足的时候，你是充足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祝福人，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第三点，我们来看下一个。丰盛生命就是我们有能力分享出去我们所有的，然后可以祝福他。生命最大的一点，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寻求喜乐和快乐，就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成为别人祝福的这个阶段，其实你的生命是会非常的满足的。就好像在圣经说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一样的这个例子。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那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丰盛生命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怎样去拥有这个丰盛生命？其实今天在敬拜的时候，第二首歌其实是我们教会的 Esther 姐妹她现在厦门所写的，然后今天听到这首我非常感动，因为跟我预备的是哦圣灵运动功能，就觉得哦很感动，因为刚才那个歌词里面我突然有点忘记了，就有说到我们可能无力啊一直走，我们忘记回去看感恩，然后原来神一直都在保守带领着我。那第一点呢，我想说透过我的生自己本身回去看我的生命的时候，我怎么发现到丰盛生命，就是在第一点回看自己的历史，常常感恩，就好像刚刚唱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中国读书四年，然后是有奖学金的全额，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帮我申请到生活，然后呢，我没有想过去中国直接去了三年嘛，我可以去到一些不同教会、不同团契的这个团契，在很多个城市他们这些团契，还有去到北京的这个退休会，然后呢，也在我的大学外面，因为在学校很敏感嘛，我就不能做一些东西，我们在大学外面大家听到就帮我保密。就我在大学外面有成立一个团契小组，然后我们每个星期就一直在一起，然后建立那个关系，然后也还有跟 Jess 教授、林哲盖这样子一起同步在进行。然后呢，我没有想到，就很多事情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家里一直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是祖籍是金门的，所以就感觉好像这一辈子好像需要去寻根一下，去了解一下。所以当时我去到厦门。参加一个Pastor Joe的一个小的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我也去了金门，就坐船嘛，因为从厦门坐船去金门非常近，我去寻根，然后我也找到，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年纪也可以有上帝恩典去寻属灵的根，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以色列，这我其实现在回去想，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没有想到能去到以色列，然后也在去年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上了一个星期的这个孤儿神学。课程，那种种的这些，其实我是非常丰盛、非常富足，神是赐给我很多恩典。可是有时候，当我没有回看、
没有去感恩的时候，我就忘了。所以非常重要，就是你们今天生活当中，其实上帝已经给你们很多恩典跟很多这个丰盛生命，我们需要停下来。所以就好像我在生日这个时刻，或者是我们每年的 Watch Night Service， 就是跨年的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回看一下，哎，怎么走来的，然后你就能够发现，其实神的恩典是非常足够的，都一直在带领我们，就好像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一样。那在第二点，就是转发掘跟转换内在的资源。那什么是内在的资源？其实这一次我们教会刚过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在上201的课程，就是我们教会其实有几个课程。第一个101就是认识教会，认识教会的文化等等。那第二点呢，就是认识自己。第三点才是认识神学或者认识上帝。那在201当中，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心理学，比如萨提亚的这个家庭治疗模式，来到帮助我们怎么更爱自己，怎么认识自己。那在第二点这边，就是我们最后第二堂课吧，就我们说到内在资源。什么是内在资源？内在资源就是你生命当中，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糟糕的，或是你可能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你把它就是定义成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比如好像我现在其实是要在中国读四年，然后我在七月份之前六月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哎，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一是休学一年之后才回去，第二你就是在境外，就在马来西亚继续完成你的学业。所以刚好我只剩下internship 跟这个 thesis paper，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境外完成。当然我也是当时的情绪是非常复杂，又开心又伤心。当然有一些原因，可能在中国也可以很自由的去周边旅行，可以去看一些不同的背包旅行，去看一些不同文化等等，还是可能更自由，又没有家人的束缚在那边。所以可是呢，如果有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你很难过的时候，那你就要把这个内在先转化。就好像我其实13岁之前是会游泳的，然后当时我13岁去一个海边差点溺死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他就从来不再碰水了，他就不敢再去游泳等等。可是我这样可以转化它，透过上帝的这个力量去转化它，那我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游泳教练，然后可以在 freelance 这样子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这种内在资源，是我们需要去转化跟去发掘。所以我当时就领悟到一点，当你这些觉得很不易或者是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其实你怎么去定义它，当你重新定义它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祝福。那今天你是没有理由可以不死的。那在下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透过爱与公义来到得享丰盛生命，在我们的信仰纲领当中，这个 Jessica 信仰纲领当中。所以什么是爱与公义？当然这个课题非常大，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可以说几天。当然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到爱，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公义又是什么？这个当然你知道我们今天又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在生活。当然我在中国三年嘛，没有教会人在这里的人你就是盯着我，没有家人盯着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是很容易可能遇到很多的试探，你是很容易很可能跌入一些的试探。那当然当我有了这个原则，爱与公义的原则，你以这个原则来生活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就可以去发掘很就可以得享这丰盛生命。怎么说呢？其实我也没有想过因为我在中国现在是读应用心理学，然后我在大二的下学期就我们学一门就是变态心理学。那个变态心理学就是 abnormal psychology， 就学像焦虑症啊、抑郁症啊、躁狂症等等这些。那在里面其实有一个 chapter 就说到同性恋，当然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病，只是他们在这里来讨论。那当时我也有了一个机会，就是在班上 present。那当时大概有80多个人，然后还有老师，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真的在当众出柜，然后我就说了我的生命故事，我说我去台北的这个同志大游行等等，
我也没有想过有那哪来的那个勇气，因为在那个社会当中，可能这是比较还不能够被接受的，当然教育也没有这样去教育，所以当我说我还鼓励他们，就是你们以后真是要为中国的这些性少数们站出来，你们要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因为神在生命里面的动工，给了我这个勇气，转化了生命，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做出一些超乎我想象的事情，当然这就是神的能力在我的当中。还有就是在就是有从来也没有想过在这个同志游行当中，你可以神爱同志，你以一个同志基督徒的身份走在大街上，然后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神是爱我的，然后算全然这个福音，真的那种想象是很超越的，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在今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在 KL 也是有一个这个游行，然后我们也我当时也跟 Daisy 一起以这个酷儿的这个身份走在街上，支持这个男女平等等等的这些课题。所以这些当我回看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上帝应许在我生命当中这个丰盛生命，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会发生。那我们看下一个，今天我们上个星期安德尼有跟我们说到圣灵有的果子，大家记得有几个吗？九个是什么？记得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根据上五章。那今天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人要来，哪两个人？一个就是神，他要来给我们丰盛生命；另外一个就是盗贼。他要来做什么？来偷窃、杀害跟毁坏。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谁是这位盗贼？他偷走了我们什么？是你的喜乐吗？是你的平安吗？他又杀害了什么？我们今天说一个人死哦，他不是肉体上的死并不算什么，是精神上的死才是真正的死。那就好像耶稣肉体虽死，可是他的精神，这爱与公义之争，为了建立更美好世界，这个精神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明，还有甚至今天在场的一个。那这个精神，自由的精神等等，是被谁杀害了呢？又谁来毁坏了我们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所说的良善、恩慈的。是谁来统治？是金钱吗？是我们的仇恨吗？是我们的嫉妒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在今天，神在四年前应许我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神的意念是赐福的，不是降灾，告诉了我这丰盛生命。今天，我相信大家一路走来，这个应许曾经放在你生命当中，那是什么来到偷窃这些事情，还是毁坏？而今天神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得到这个丰盛生命？今天我们需要回看我们一直走来的这个过程。我相信神今天要给你丰盛的生命，甚至它已经在你生命已经 发生了，只是你没有去留意。所以你们需要安静下来，去回看你的生命，常常感恩。你要转化发现你内在的资源，还有你一个爱与公义的原则。这在我生命能够发生，我相信在你们当中。那我们一起。今天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相信你拥有什么，你认为你拥有什么，这就是丰盛生命。
主啊，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到打开我们的心，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满意的生命，是你的身心和灵都充满着力量，你有喜乐，丰盛的生命是你能够有能力去分析，因为你是 more than enough 的，你是富足的，你是充足的，因为有神在你的身上帮助。我们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内在的这个黑暗的部分，也就是这个盗贼，他今天来我们身边偷走了什么？是我们的平安吗？是我们的喜乐？他杀害了什么？是爱与公义？他又毁坏了什么果子？主啊，你来到帮助我们，能够放慢脚步，我们回看历史，常常感恩，我们也能到转化和发掘自己的内在资源，因为这些都是神要在你生命所行的神迹奇事，还要让你得着力量，得享丰盛的生命。比如我们有一个过这个有原则的生活，就是爱与公义的原则。因为我来是要叫羊不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的应许，他今天在我生命当中应许了我，也实现了，也继续的在实现当中。今天神也要在你生命当中赐予你这个丰盛生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来祷告。所以让我们能够印证你，得着信心，得着力量，我们能够得享丰盛的这个生命的应许，并且实现出来，我们可以发掘它，而且要来拦阻我们得享丰盛生命的，我们都要切断，我们都要来到后主耶稣得胜之名来捆绑，因为神你是赐予生命的人的主，赐给我们气息，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爱，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此时此刻来敬拜，来到安息。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安息，主，我们抱着感恩的心，愿意继续的活出你的样式，更像你。我们可以分享这份爱，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足够的，因为我们生命已经满溢出来，这个能量已经开始流动出来，要去到我们的工作，去到我们的学校，去到我们的家庭。要预备我们做这个光合，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你来医治我们，赐给我们喜乐，跟喜乐是一致的良药。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一切都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阿门。
Amen.